乒乓球。双击。透明的名片，打一个乒乓球。双击666，上方关注点一下，没毛病。硬币空中接力。漂亮。右手捏住这个头，然后拉紧，中指和食指夹住这个绑筋，然后转两圈就完事了啊。把它拿出来，可以系扣。跟此人打过几次交道，甚是有些了解。很多那个灿友们问我那个教学视频啊，后手定位永远不变的，不管你是定位颧骨还是皮筋定位颧骨都可以，永远不变。前臂自然伸直，弹弓不要偏斜，可以拿镜子练。